来一首《玲珑塔》送给你们啊、哦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点击关注啊、哦！我是你的好朋友 MC 刘涛。高高山上一位老僧，身穿那透几千层，这么要问老僧名高迈，把他撑起了黄河九澄清。五百年前瞪一瞪，共工事前了五百冬。老僧收两八个徒弟，八个徒弟各有法名，大徒的名叫了星头愣，二徒的名叫了愣头青，三徒的名叫曾三点不了，四徒的名叫了点山生，五徒的名叫崩不啊，六徒的名叫霸不了崩，七徒的名叫随风倒不了，八徒的名叫倒随风。八个徒弟学会了这么八种艺，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轻，头愣会打磬这么愣头磬，会撞钟这么争三点，会吹管点上升，会捧声这么崩不啊，会打鼓这么霸不崩，会念经这么随风倒，这个会扫地这么倒了随风啊，这么会点灯这么老师傅叫他们换是泥管，不知道换底层不成，轻的愣打不了人的人性，愣的性转不了轻的愣的钟，增三点吹不了点声的管，点声捧不了增三点声，老师傅一见有了气，要打徒弟整发明，眼睁睁八个徒弟个个都挨打，把他从外面这个蹭蹭蹭蹭蹭，说有人的五位云游僧，这么五位这圣人把经讲这么发，他们后面去数玲珑塔，说玲珑宝塔十三起，临去数单城，说回来数双城，这谁要是数的玲珑塔，把他谁就是这大师兄，把他谁要是数不过来玲珑塔，把他叫他的一夜跪罚到天明。这玲珑塔这塔玲珑，听我表表第一层，这么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赵伯一口磬，我的一个那个木鱼一盏灯，一个金钟长四两，秀风一刮不得嗡响，不得嗡响，响不得嗡，不得吧不得吧不得嗡响，响不得响不得真好听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越过了二层到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的三本经，三个那个赵伯的三口磬，三个那个木鱼三盏灯，三个金钟十二两，这么秀风一刮不得嗡响，不得嗡响，响不得嗡，不得吧不得吧不得嗡响，响不得响不得真好听。这么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这么一座电梯到顶层。现在呀就是科技发达了，不是我不喊啊、哦、科技比较发达，坐电梯都比较方便，是不是哈、哦、再见了兄弟们啊。